先呢，我认为啊，这个中国经过十几年高速发展啊，经济上取得了确实比较大的成就，但是呢，这种成就啊，冲昏了管理当局的头脑，整个中国政府啊，这个管理的智慧啊，下降的比较快，因为从这次对美国的这种这个博弈过程中啊，从中国的出招来看，充满着对美国和对川普的误判，就是本来这件事情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范围之内，川普提出了500亿的这个要价，但是呢，中国团队因为误判，而且由于经济上的成就啊变得傲慢，然后呢就立即实施了一个30亿的一个回击，虽然这30亿的回击啊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呢，它让整个美国的管理团队啊，尤其是川普总统啊，变得更加的提出更大的这种要价，这个呢，应该说啊是而且就是在提出30亿的时候呢，中国通过媒体放风。就是说要打掉川普总统的票仓，要让川普总统下台，立即把经济问题啊转换成一种政治博弈。那当然川普总统他不是傻瓜，对吧？因为我们今天能看出来，所有认为川普总统是傻瓜是疯子的这种看法是防火墙内信息不对称局面下的一种这个判断。实际上我们能看到川普总统和他的团队到今天为止所有的出招都是非常犀利啊。至于说这是不是这个一个就是说一个贸易战呢，我刚开始的时候啊，在早期的时候我就跟小平谈过，这不是一场贸易战，这是川普团队全面的对中国进行研判之后得出了一种结论，就是中国在发展国家资本主义，中国如果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对美国没有威胁也没关系，问题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目前严重的威胁了这个西方世界，严重威胁到美国，所以川普总统呢从这个贸易开始走上了对中国全面这个压制遏制围剿的这条路所以呢这个贸易战啊只是第一步，川普也并不是要把中国压回到这个 WTO 的框架里面去解决，今天的解决方案今天的这个解决思路已经超越了 WTO 的这个框架因为美国的要的并不是说一个贸易上的一个赤字你拉平就可以，如果说仅仅是2000亿的贸易赤字拉平，中国是很容易做到的，中国有钱，问题是拉平贸易战之后美国就能善罢甘休吗？美国要判断你是国家资本主义还有没有存在，对美国的未来的威胁还有没有存在，如果还存在美国绝不会善罢甘休的这就是说 WTO 当初刚才这个黄女士谈过 WTO 当初的时候呢，确实西方有一种判断，希望中国在经济发展的时候政治上变得自由化进行民主化改革，但是美国看到了一个经济上高度发展然后政治上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的一个政体产生，而且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它并不是说很开放的，它对内呢建立了一个防火墙，把这个国人跟世界分开，让信息不能自由的流动。现在呢不仅仅是防火墙的问题，现在中国政府开始压制言论自由，就是光有墙还不行，不仅不让你看到还不让你说，所以这就是中国大规模的这个封网禁言然后还抓人。那么 WTO 的协议本身是讲求自由原则，对吧？大家是自由的，是这个公平的原则，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去玩，但是呢中国政府呢用国家资源资助的这个国营企业
去在 WTO 平台上跟世界上的私人资本去玩，那么当然西方世界呢连连败北，丢掉了南美，丢掉了非洲，丢掉了亚东南亚，实际上很多地方坦率的讲，私人资本西方的这个企业无力跟这个国家资本主义的这种企业，就是国营企业为代表的啊，去抗衡，因为他有他提供这个免，就是说这个低息的贷款，不计成本的这个挤占市场，然后通过这个打压竞争对手，然后造成垄断的这种局面，然后又去这个抬价去这个取得补偿。那么这种玩法跟 WTO 的基本的玩法，就是这个自由的公平的原则是违背的啊。所以我再说一遍，美国这次出手的目标是打掉国家资本主义，而不仅仅是抹平2000亿的这个贸易逆差和2025。2025呢，是因为美国认为2025，就是说中国发展高科技有没有权利？当然有权利，任何国家都有权利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对吧？问题是你的高科技是你自行发展的呢，还是在美国指责的这种偷窃、山寨，然后是这种复制这种方式来发展起来的？你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来竞争，并且呢把竞争的成果啊开始反击，就是打击美国产品、美国的市场，这是美国不能容忍的。就是他不是说要打掉2025，而是要打掉你2025对美国的威胁。所以我在中美之间这个刚开始爆发这个争论的时候，我就说过啊，美国手里牌比较多，因为美国的终极目标啊，确实是要打掉这个国家资本主义对他的威胁，保证美国的国家安全啊，这是在美国国家战略安全报告里面讲得很明确啊，就是要，而且他把中国和中国列为世界的他的头号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是他的这个敌手啊，因为在川普总统看来啊，在美国整个管理团队目前看来啊，中国失控了啊，中国不仅呢在本国没有足够的法律机制来控制权力，在世界上由于国家资本主义它可以动用的庞大的资金啊，它也失控了，就是没有这个什么力量可以阻止中国以自己的方式来在世界上呢推行它的主义，或者推行这个中国的这种观点。那么美国呢认为今天如果不出手，明天可能成本更高，危险更大啊，所以这是这次争端的最主要的这个美国的目标。不能说这个谁输谁赢，应该在贸易这方面呢有双赢的这种可能，但是一旦涉及到就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个层面上，那一定要有输赢啊，不可能有双赢啊，所以这个呢还会在未来的这个双方的博弈中啊会有这个很多其他的这个这个争斗啊，或者是这种这个冲突啊发生。贸易本身呢，这个如果说能够2000亿能够解决问题，那川普到北京去访问，中国给了2000亿的订单，应该说已经很大的极大的缓解了这种贸易方面的这种重伤。但是可以看到川普绝不是为这2000亿而来的，也绝不是为了中国可以发展这个高基础而来的，而是对美国的威胁还能持久多久，怎么样才能去掉对美国的威胁。那么中国到底在 WTO 刚才大家谈的 WTO 之后有没有履约呢？我个人觉得有履约的成分，不是说中国都没有履约，但是中国由于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这条道路，对内呢它有双轨制啊，甚至多轨制来发展，你比如说国营资本和私人资本，那么它的市场呢本身是扭曲的啊，它不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就是中国国内的市场，而且国营企业得到的这种资助，得到的这种这个津贴啊，不仅是对这个美国的企业造成了威胁，其实对中国的民营经济打击也非常大啊。这个起步呢是从中国的2008年的这个4万亿起步的，这4万亿补贴呢实际上大部分进了国营企业啊。那么所以这个中国国内的学者有一种说法叫做
中国的大门是敞开的，但是呢，很多小门是关闭的。他欢迎你去，但是你去以后发现到处都没有你的立足之处啊。所以这个你看，中国的市场开放，这个金融机构没进去，这个建筑工程领域里面，中国工程大爆发，好像中国这个全世界都可以去，但实际上呢，在中国工程领域里面，谁有权谁拿这个的项目，谁有钱谁拿项目，没有外国公司啊。你说你有技术，你可以公平的竞争，没有他们多少事儿。只是说在某些中国不能做的领域里面，哎，有外国企业做一些，比如说这个奥运会的一些场馆啊，都外滩的一些这个超高层建筑啊，外国公司可能拿一些项目。这个国际上，比如说这个服务业、律师啊，这种在中国的这种法律体系下更加难以进行，对吧？出版业、这个文化产品，在中国的这种管制下可以进去吗？防火墙越来越高，不光有防火墙，对内还开始维稳，对吧？几万、一万多亿的每年的维稳费，干什么去呢？就是封网，就是这个禁言，不让你说了，对不对？所以这都是违背市场原则的，市场这个公平性的啊。所以我就再说一遍，就是说这件争端啊，它其实不是要打贸易战。中国全部接受这个美国的这个贸易的这几个条件，美国后面还会有其他的要求啊。所以它不仅现在这个领域里面，美国是阶梯性的出招，当前聚焦在贸易领域里面，貌似好像对中国的要价很大。它的要价并不是要拿钱，而是要打掉中国对美国的这种威胁。这个从2025啊能看得很清楚。我在说过，这种就是在我的节目里，我很早就说过，就美国呢，它的这个出的可以出的牌啊很多，它没有完全出出来啊。而且貌似中国的这个经济体系啊，这个体量比较大，但是呢没有什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你比如说在电子和通讯产业里面，中国可能有几万亿，几万亿、十几万亿的这种产值，可是美国动用2000亿的这种力量就能打垮你。为什么呢？你的芯片全部控制在美国手里，你的这个软件全部控制在美国手里，对不对？这是我说过，这个美国不是说不让中国发展芯片业，实际上中国的芯片产业的起步，两家公司帮助了中国，一个是贝尔实验室，一个是飞利浦集团。我是说过，在上海的两家这个半导体公司，早期的一个是贝尔，一个叫上海叫现在叫先进半导体，早期转让半导体技术的就是外国人。不是说他不害怕你，而是因为你今天威胁到他了，对吧？那么美国还有其他的招数也没有出，比如在航空领域里面，中国在发展 C919，连50%的这个自供应这个都没达到供应链上。所以你全部仰仗国际社会，仰仗美国，那么美国要打掉你也很容易。问题是美国现在还没有到出这种牌的时候。既然是美国对中国的全面的遏制，它后面可能还会有其他的招数。你比如说，它会不会向人权领域转移？就是这个战争啊，会不会向人权领域去，对中国人权领域的这种挑战，还有对中国最终。可能美国会提出来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这方面的挑战，就是你究竟走不走民主化进程这条路？你如果走，双方可能还会可以谈的余地多；你如果不走，目前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国对内加强集权的这种思路啊，继续强大下去，而且在国营企业里面这种双轨制啊，继续这种强化，那美国可能出招啊会更严厉，一夜之间打掉中国好几个产业链，这是有可能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涉及到双方怎么样去谈，中国怎给美国建立什么样的这种信心，双方还是不是可以在未来的这个共同的 WTO 啊或者其他的这种共同的平台上玩下去。如果不能，川普总统的性格一定是要去掉对美国啊巨大的这种威胁。这就是我说这个对这个这是小平给我的课题啊，就是这是贸易战还是政治战。这是一场全面的这个战争，起步只是一贸易而起，但绝对不会停止在这个地方啊！如果大家再了解一下，中国团队一定要多了解川普本人的性格和川普的理念，看看川普在这个林肯的纪念日上的发言，
看看川普在这个达沃斯上的发言就知道，他早期的时候是对贸易很在意，对这个逆差很在意，他现在呢对国家资本主义应该是非常在意。他虽然没有完全提出来要遏制共产党共产主义，但是他的作为他的行动已经表明了他要全面的围剿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达到这一点呢，这场争端不会平息下来。